传媒报道，约翰尼·德普与安布尔·赫德达成离婚协议，安布尔撤销了对德普家庭暴力的指控，两人正式庭外和解，明天就要举行听证会。然而今天双方联合发表声明，达成离婚协议，协议里德普将支付安布尔约$700万的赡养费。声明中称，两人的关系充满了强烈的激情，也时有波动，但为爱情所约束，从没有过身体或精神上伤害彼此的意图。安布尔对德普的未来抱以美好的祝福，他也会从赡养费中捐出部分给慈善机构。据悉，双方还有一个保密协议，并不会透露公布，而离婚协议必须由法官签署才能生效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